哦，你男的好恐怖。对，这是不会抽象的。朝太阳出来了，好可爱哦。直接这样吃哦？要切？不要切？要切。切成那个一片一片像生鱼片那样。哦，把它当寿司长在吃。它看起来有点像大黄瓜。哦，这。还好，我觉得够了，它好像很呛。啊，可以。而且我们这个导游是 wasabi 那个生鱼片专用的导游，真的，所以真的把它当生鱼片在吃。对。哦，它往两面粘。好湿，好软了。超好吃。超好吃，有没有？它的脸是好吃的吗？好像是超好吃，它是到素鲑鱼，你吞下去之后才有洛梨的味道慢慢出来。你可以吃一小块，你吃小块，好，不会。好了。哎，我怎么在吃生鱼片啊？有啊、哦。长这么大不知道这种吃法哦。鲑鱼嘞。对啊。小妹，小妹回来了。你今天出去外面一整天哎。严重，他手手断掉了，脚脚也断掉了，脚没有断，脚脚的骨头裂掉了。哦，粉碎性骨折。那么礼拜三直播再跟大家讲详细的好了。应该最近会很忙。没。如果赛季越大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打开从这边掉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蛋卷，哇，这有小卡片。蒂尔霸轩团队小美在卡迪娜河开办案子上的大力帮忙，让合作能顺利。中秋节带来一些小心意，愿我们后能在一起合作。能在一起？对不对？穿梭比心。来吧，女生。哦，好可爱。哦。小弟。哦。好。减肥好香哦。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哦，虾皮。虾皮的月饼。月圆人圆事事圆，超可爱的。哇，虾皮月。哇，那我们要做一个霸轩的连连。这个超贵的。里面是什么口味？有没有花味？哦，玫瑰花饼。怎么样？台南人的甜。哦。好，谢谢虾皮送的月饼，谢谢虾皮，也让大家分食一下。2022年霸轩娱乐工作室第一届柚子比赛，我要最大的。为什么你要最大的？因为我最怕的。你的脸很大。我脸最大。耶、yeah, ，柚子。那你会画图吗？我不会。你画一只老鼠吗？我画只老鼠。它真的没水。哦，你的好可爱。它真的没水。哦天啊，有双下巴，好肥哦。是不是洛梨吃太多了？你看小兔子哦，你那只哦，好可爱哦！你这只不好画哎。没关系啊。好奇怪，你这只。零年之力。我要拿月饼。五一。中秋。啊。可爱。小美的兔子拿着月饼。哦，小米怎么那么大只？哦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这蛮像我的、啊。很像啊，我觉得兔子的也很像，都有点像。兔子怎么看起来脸很大？它刚好凸起来。这是什么？这个、是小美准备给你们两个员工的中秋礼物。我要哭了，好感动哦。Prada Playboy。哇！哇！谢谢小美。今年中秋没有在吃豆饼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好感人哦。提前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中秋节快乐，谢谢，拜拜，小美。元是礼拜五开的。元姐吗？没有。拜拜。拜拜。哦，你看，娇娇，喂，日式高。还有手手喂，手手在里面，在内侧最端硬哦了。
在这里，还有打钢板，啊，所以这边也是石膏。地图。嗯，这家是小鼓，加大鼓。对，所以要开两侧，要打钢板跟钢钉，把它固定住。现在是洗头时间，因为出院之后就会很难洗，所以我们叫了洗头服务。你看这边在洗头，然后那边有只鸽子，哦，你看那边有只鸽子，到底在那边干嘛？哦，捆。中秋节就是要干嘛？中秋节就是要剥柚子。哦。哦，柚子好难剥。你是需要帮忙？不用，你手那么大。手大不是比较好剥吗？好吧。好，给我。你要继承这个聪明吗？问号。对不对？继承那个帽子。你的手戒一天是多少？还是可以吧。哦哦哦。还是可以的吧。哦，这个很可以耶。对啊，拜托，叫我剥柚子达人。哦，剥柚子博士加教授霸学。哦，下来了两串香蕉，还蛮厉害的吧。哦哦哦，先吃掉一片。嗯，如何，好吃吗？有没有香？嗯嗯，好酸，很甜啊。哦，真的刚刚好。哦耶，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剥一片吃一片型。啊，小美好像可以忍住，她可以剥一整盘柚子。剥完了。哦哦哦，好重哦。我是柚子富翁。柚子富翁好厉害啊。好香哦，热量。你剥了多久啊？我剥了半小时。那你要吃一个吗？哎呀呀呀呀。哦哦，哪里很薄呢？哦哦哦，嗯。然后可以吃柚子了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吃药，不可以吃柚子。哦。他只能眼睛吃。欸，你要拿起来，然后到他的眼前晃，然后说：“你看，我吃给你看，妈妈，你可以用眼睛吃。”为什么你要怂恿我做这种事情？好啦，好啦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祝妈妈早日康复。哦耶！